我们来看一看新单词易碎品，跟我读，易碎品，易碎品。什么是易碎品？易摔就碎的物品，我们可以说是易碎品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这是易碎品的意思，这些都是易碎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易碎品的意思。你看到盒子上有这个，你要小心，因为里面是易碎品。这些都是易碎品，搬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办信用卡需要什么材料呢？在这里有个新单词，材料，跟我读，材料，材料。好，这是材料的意思。办信用卡需要带材料。你看一看他们在做什么？他们在开会。开会前请先看一下这些材料。好，这是交通卡。办交通卡不需要任何材料。